大家好，我是维汀。首先恭喜王子维两局落战胜曼朱纳特晋级六强。首局开局，王子维打了一波9-4，后以11-6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王子维更是打了一波10-5，也是1-11拿下首局。第二局开局，王子维同样强势，接一波11-3进入半场。半场后，王子维占据主动优势，打了一波10-9，也是1-12拿下比赛。